双方球员已经出场，我们关注上海绿地申花和广州恒大淘宝的下半场比赛。董路在替补席上，双方也都有不少好手，加上上半场的比分啊，是非常精彩的一个1-1。下半场比赛真是让人期待。由于申花把朱建荣租借给了青岛黄海，而且在最近的三场比赛当中，朱建荣都有进球，应该说杨旭啊也有不小的压力。下半场比赛开始，由身穿蓝色球衣的绿地申花来开球。上半场比赛双方打成了1-1。董路，一般来讲，从落后到追平比分，可能追平的球队啊气势要更盛一些。是。球到蒋国泰脚下，交给张修为。还是张修为，这个吴少聪啊，虽然说到现在为止没什么特别亮眼的表现，但是他这几次的一脚出球啊，看得出来新一代的中国的年轻球员，在有一些固有的技术体系之下呢，有了一些新的进步，郑智是带倒了朱宝杰，这个脚踝可能自己身体要给压了一下。裁判黄牌在手，给了郑智。这是恒大队的第一张黄牌。这个跟这个西塞那次有点像。实话说啊，跟西塞那，他有可能骨折了，踝关节掰了一下。这个跟那次西塞有点像，其实动作不大。那次是在边线附近啊，动作不大，但是呢，就可能会让他瞬间失去平衡。对。但愿没事吧。萨利斯卡，上半场比赛18分钟进球，帮助球队是扳平了比分。刘殿多，这8-9年前跟朱宝杰是在南昌恒源、上海申鑫啊做过队友。北家俊是个战士。刚才这次郑智的犯规呢，实际上是张修为一次传球失误。对。申花从右边路开始反击，郑智呢在身后对朱宝杰犯规了。哎呦，问题不大。这不错。继续投入比赛。郑智呢拿到了黄牌，因为在这个位置上防守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。对。40岁老将能完成。是，这是下半场恒大的第一次犯规。两支球队49分钟的比赛，加起来是18次犯规。PP 体育的球迷朋友，本场比赛进球之后，苏宁易购将为大家送上现金红包雨。来中超看中超，来 PP 体育抢好货，上哎，真有机会，1-1。哎，费南多，哇，乌龙！49分钟，乌龙出现，费南多的传球造成朱晨杰这个大乌龙，没办法，门将不及反应，恒大反超了。这个球一推到费尔南多。一看1-1呀、啊，我觉得就相当于一江三荒，再来看一下塔利斯卡的传球，绕过了百家俊，左脚传，这个球啊其实传的有点低，已经不可能绕过中卫了，但是朱晨杰解围，不慎自摆乌龙啊，但这个球百家俊就被打了身后，这塔利斯卡左脚的传球，绕了一个弧线。好像这个赛季打了8轮，乌龙啊，还有门将的超级失误啊，真是不少。是，没受影响。朱晨杰断了一下这次传球，球还是在塔利斯卡脚下。
上半场开场以后呢，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张修伟在中路啊，更靠后一些，从两个中卫这儿来要球了。郑智回传门将，转移到右路，交给蒋光泰。这个球呢，对于恒大来讲就好踢多了。嗯，因为恒大一直就是他用最小的代价，他控制然后反击。对，也不求啊。是啊，赛季前两轮，2-0和赢富力都没有丢球，但是后面的五场比赛常常有丢球，包括今天开场6分钟啊也丢球。穆比亚现在有点按耐不住了。嗯，但是他上去之后，这后腰的防守，包括像保利尼奥的前插，对。转接给，哎，恒大开始控，对，倒起来。杨林鹏很轻易的到了保利尼奥脚下，朱晨杰这次又挡了一下，郝云帝还是保利尼奥拿球，这未来5分钟啊，嗯，外脚背，左脚外脚背的传球，嗯。吹了攻方犯规，恒大下半场开始又惹不起了。嗯，于汉超回防后点保护，恒大犯规了。今天赵明剑有点沉闷的，这球于汉超能回防到这儿也不容易。是啊，外脚背啊，特别漂亮。门前呢形成了至少3个点的包抄。嗯，姚修伟传球失误，曹云定拿球，穆比亚向前，右脚的传球非常精准。这个吴少聪的防守有些鲁莽，但裁判不认为是犯规。马明宇坐在地上还没起来。啊，马明宇，钱杰给吧，不是钱杰给在后边，杨旭啊，杨旭呢？这个球一停啊，停到自己身后，嗯哼，蒋光泰补到左路，大脚解围，界外球掷出。2-2没有成功，保利奥拿球，赵明剑快速退防，卡利斯卡的右脚转移，右脚，也来个外脚背，对，卡利斯卡这次右脚传球失误了，比尼浩拿球交给穆比亚，申花上不去。对，慢，郝云定失误，郑智拿球，卡利斯卡你看没有，进一个球以后活跃多了。是，艾克森球传了出来，中卫顶出底线，这个球，这球没犯规吗？这球不吹犯规的理由是什么呢？对，右侧的角球，费南多左脚来发，看一看落点啊。李帅身材高大，1.93米。哇，这个点其实是漏了的。卡利斯卡的头球攻门打在申花队员的身上，出了底线。对，这前两个角球啊罚的有点低。嗯，这次呢费南多啊找到了后点，对，高一点。赵明剑刚才指了一下卡利斯卡，问谁来盯，我们看毕金浩走了过来，还是费南多来罚，那就是皮球向外旋转啊，看一看，其实这样的话更有利于攻方头球攻门。
哇、哦，漂亮！李帅扑的也精彩，这球手前点啊，甩头攻门啊，完成的非常好。是郑智吗？郑智，郑智。百分百男士定制，青阳邀您观看中超赛事冠军表现，无限可期。连续的角球，这一次换成了塔利斯卡。战术角球，哎呀，就这种脚法，这样的角球战术其实并不多见。如果参与到这个战术当中的话，应该准备的再充分一些才好。这塔利斯卡一直使着眼、使着眼神，是啊，哎，用眼神在调动张琳芃啊。对，下半场也三个角球了，而申花还没有角球。费南多扛过百家俊，再摆脱姆比亚，张琳芃上来，呼呼，这个张修为的传球力道很足。申花得换人了，顶不住了。比分反超以后，恒大持续的进攻，申花好像整个的活力和跑动下降了一些。嗯，全是在跟着球跑，传球质量不高，还好保龄药没丢。姆比亚先分到右边，顺给朱宝杰，球出了边线。申花现在呀，连接不上了，嗯，反击也弹不起来了。哎，关键就是前场这几个不断的穿插扯动啊，是，确实申花的防守是疲于奔命。嗯，有了开阔地，张琳芃，漂亮啊！对，我刚才说未来我说未来五分钟吧，肯定还是得丢球。是的，嗯，58分钟，费南多破门。今天传中造成对方乌龙，然后58分钟再入一球，帮助球队扩大了领先的优势。这么打下去，可能还就还会有，还会有。嗯，赛季的第二个进球，完全乱了。后防根本站不住，是。这次传了一个地滚球，白家俊这一侧已经门户大开。这个朱晨杰为什么就光防倒三角啊？嗯，朱晨杰乌龙球以后啊，脑子已经乱了。哎，是的，乱。对，这个球无论如何他也得先封对方横传。至于说倒三角的位置，那爱谁谁了。你身后的事儿。对了，身后队友的事儿。你这直接就封倒三角。那这横传的线路没人管啊，对，门将就直接暴露在枪口下了。看看崔康熙指导的调整啊，因为从被对手反超之后这一段时间球队全面被动，很快丢了第三个球。看恒大的这个气势的话，不调整申花可能还有问题。费南多的及时的出现啊，嗯，还是激活了恒大。是这样。他不仅是一个人呢，有这个个人的攻击力，就他也带活了像，艾克森呐、啊，塔利斯卡呀，包括这保利尼奥。对。四个巴西人。对，崔康熙他就丢了球之后两分钟，他就应该预感的就是我刚才说。未来五分钟就那个节点上，嗯，就是他应该有一种危险的预感，就那个时候就应该赶紧换人。嗯，你虽然说换上替补说没什么人，但你换了秦升、孙世林也都在啊。对呀，啊，你肯定得换一个，因为那个时候明显感觉到就是这个气势啊，完全已经这个上来了。嗯，恒大的气势。
这是晚了，应该早点换。温家宝、彭新立，一个左后卫，一个中场中路队员。朱宝杰被换下，对位的话应该是柏家俊。左后卫调整，这是落后两球之后崔刚熙做的换人，61分钟。温家宝在这个赛季左后卫的位置上先发过几次啊，打得也不错。莫雷诺也登场，一下是换了三个人，朱晨杰也被换下。朱晨杰这两个球都跟他有关系，一个乌龙，一个是这个防这个费尔防这个张琳鹏的传中，这个根本就不对，就等于是左边后卫和左中卫全都被换。对，因为丢的这两个球是左路被打爆啊，姆比亚回去打后卫。彭新立上场以后跟田杰给搭档在中场中路，然后原来的后腰姆比亚退回打中卫。卡利斯卡再看费南多的位置，整治李帅出击了，哎呀，这个球感觉像是点球，因为李帅没有碰到皮球，然后身体是冲撞到了费南多。李帅出击以后左臂为什么不做扑球的动作呢？是不是有犹豫啊？一会儿再看一下。62分钟，裁判又吹了点球，这个球啊还是从申花的左侧内部，郑智塞的。对，再看这球有啊，身体左腿好像是撞到了费南多。艾克森是在等 VAR 的认定啊。这球反正啊，这个费南多呢是等他上来，哎，就等他上来的一波，哎，你要上来呢我就倒。那费南多如果这个点球判了的话，费南多今天全活了，进球造乌龙造点球。但这球拖腿啊，一般来讲反正是他是有这个意识，没有越位，没有越位，对吧？郑智塞得很好，从比亚身前穿过，身后呢费南多启动。往回倒一倒看一看，同一时刻的几个角度。这球是勉强有点啊，给了，可以点球了，还是认定点球啊。但费南多造点的意图挺明显。对，李帅面对埃克森，轻松打进，64分钟，埃克森破门。这转瞬之间4-1，四比一，哟，又有了。费南多、埃克森、卡利斯卡破门，再加上一个朱晨杰的乌龙，4-1。艾克森也是中超的第一射手啊，不断的在扩大着自己的记录。但这个赛季艾克森的三个进球都是定位球、点球，还有这个任意球直接破门。这比赛没有悬念了，是没有任何悬念。对，关键就是申花的气势已经是受到很大影响，就歇了。关键是你连换三人之后，马上又出现了点球，对，比分差距进一步加大，雪上加霜。申花的替补席
从最近12次交手来看呢，恒大赢了9次，输了1次，从得失球的比率来讲差异就更大。这12场比赛申花进球11个，而恒大进球是28个。过往的多个赛季，像11赛季、13赛季、14赛季、17赛季和19赛季，恒大对申花呢都是双杀。这个赛季首回合交手，恒大也是2-0获胜。这是双方联赛的第20次会面。吴少聪回传门将。恒大应该换换人，换换一些年轻人上来顶一顶，看一看。比赛之前，潘纳瓦罗也说，让更多的队员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多打比赛。塔利斯卡的状态明显是被激活了。摆脱吴新立，张雄伟、彭新立向中路走。其实张修为啊，虽然说你看他在这几个巴西人当中他不起眼，但是他不断的穿插扯动，对呀，真的是为这几个巴西人呢拉开了很大的空间。是啊，而且串联作用也很好。对，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不懂球的呢，不怎么懂球的人会认为他没用，但是真正懂球的人一定会知道他是一个牺牲的角色。对，他是一个点燃了自己，照亮了别人，对，这么一个角色。到目前为止，他可能在进攻当中的直接参与很少，对，哪怕说像倒数第二传，没有，可能也会很少。但他的这个串联作用其实很重要。他有的时候他甚至前三轮也都是他首发的。他有时候甚至没有串联，他就是跑，他一跑啊，他就让你那个中场啊，他就总会有空当拉开，哎，这是吴少聪啊，本场比赛可能第5到第6次尝试一脚传球，这个小伙子还是可以的。但现在他是在边位这个位置上。对，实话说啊，崔康熙，我个人觉得，可能是年龄大的原因，就是他对场上局势的反应能力是这样，确实。再推给曹云定。一对一面对张琳芃啊，他体能不行，那对，动作都变形了。对，张琳芃这要打好了，这么打3次能进，三次能进，晃过了李帅，这都属于瞎玩了，太急于打门了，这个就瞎玩了，是。这还有20多分钟啊！是啊。申花也别拘着了，就把那剩下3个名额都换上来得了。还有2个，还两个就弃了，完了。彭新立，这也过往在恒大有过效力，但出场极少。那个乌龙球是一个转，对，那是个转折点，重大的转折点，对。而且丢球的方式，对，本来还挺有劲儿。恒大比赛70分钟传球次数已经达到了481次，而且成功率90%。就前接给，前接给被吹了犯规，掀翻了张修伟。现在再想想1-0领先之后，钱杰给和朱宝杰那个机会啊，没能扩大领先优势。你看脸上那个神情啊，就是不服，但真也没办法。对，无力啊。张璐。对，
你看看到了，就类似于踢韦世豪屁股那一脚。对，他知道摄像头过来了，哎，然后这是领先了嘛，哎，得玩点。郑智把队长袖标带到了保利尼奥的身上。在去巴塞罗那那段时间，保利尼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提到了郑智，他说这是中国最好的球员。柯超、杨立瑜、徐昕替补登场。郑智、张修为两个中场中路的队员都被换下。费南多也被换下。费南多。杨立瑜换费南多。曹云定也被换下。对。今天曹云定这个破门啊，确实是精彩。但30岁啊，这个比赛确实呈现出下半场体能下降的这个状况。张璐、孙世林入替，这样的话崔康熙用满了5个换人名额。莫雷诺上场以后也是接过了队长袖标。莫雷诺争到第一点，彭新立拿球，于汉超到了左路，再交给莫雷诺，脚跟儿想交给队友没有成功，但彭新立拿球。嗯，不错。莫雷诺推传，温家宝的传中，球速很快。艾克森先交何超，看看能不能打出反击。保利尼奥接球，快带。对，今天恒大的传接球次数也多，成功率也比较高，而且传球的节奏都普遍比较快。孙世林外脚背传球失误，转身彭新立拿球的时候，3个恒大球员围过来。啊，何超啊，一度被认为是郑智的接班人。嗯，但是现在看上去呢，不太好接班，因为这么大岁数了，啊，踢比赛踢的还很少。是啊。这抽筋了吧？吴少聪，哎。费南多，乌龙的出现。这个也是因为他一切过来之后啊，他连接比较快，对，连接比较快啊，这左路都被打透了。是。张琳芃也助攻。是啊，造乌龙以后，费南多又抢点，因为他带了中路，所以张琳芃有了前插助攻的机会。艾克森打进点球。今天的比赛，江苏苏宁易购那边也出现了点球。中一号，中一号准备登场。可能卡纳瓦罗看到这2分钟啊，恒大的进攻还很有组织，大概想让中一号上场换下
吴少聪。彭新立的射门打在外脚背上，他主要这个球啊直接停到脚下了，停到脚下了呢，原地摆腿发力，对，再加上身后还有对手，可能稍微一干扰，他这个球离身体又很近。对，吴少聪今天首发打了77分钟，可以参与了球队第一个进球的第二传，倒数第二传，可以。卡里斯卡视野开阔，交给保利尼奥。切！哎呀，这球到保利尼奥脚下有点猝不及防，没能形成有力的射门。莫雷诺，李汉超背身拿球倒地，再看交给徐昕。这球他完全可以再往下下，是吧？嗯，但是他一看大哥都在前面啊，不传不行。传吧，把李帅给晃了一下。莫雷诺稳坐中军帐，到后点，这边钟义浩头脑清楚，甩头顶出了底线，申花右侧角球。今天两场比赛进球可真不少。嗯，刚刚结束的比赛是进了7个，这场又是5个。于汉超到了球门区里，彭新立发了一个前点，有于汉超连续的角球，蒋光泰在莫雷诺身边啊。孙世林来开右脚，艾克森先打到左路，有何超拿球，杨立瑜大踏步向前，5打3，李帅很好。今天杨立瑜好像面对门将的把握机会能力差了一些啊，第二轮还是第三轮的时候，韦志豪给他传了一个好球，他也是面对门将没打进。就这种球，你稍微做一个假动作，你是稍微做一个假动作，他好像是想打小门，是想打当下。角球的防守展开的反击，又差一点破门。对，他这么打，反正就是顾头不顾尾了。已经是无心恋战，所以崔康熙，你说你早一点是吧？你说你无法预知到1比2，但是你1比2之后的马上就果断就得换人。点击屏幕右侧中超最佳评选活动参与投票，本轮中超 C 位球员由你决定。哎呀，踢了20多年的球了，界外球还违例。徐昕他这个对抗，可以，确实可以。哎呀，哇，李帅反应还可以啊，第二次起身将球抱住。其实现在恒大他申花的后防线已经是心神有点大乱，对就已经实际上是状态是不想踢了。嗯，但是这东西还没法认输，它不像是围棋，象棋头子都有认负，对吧？这边你摇手绢也不行啊。对，小门键这球传的
你传得慢悠悠吧，这个队友啊，第一回做也来不及，是摆脱也来不及，就相当于送了一个刀山球。是，你要不然就是加点力，队友啪一回做是吧？啊，对方上来之前一回做，又一个小将啊。对，所以这一下呢也真是，直接就把张璐啊搁坑里。哎，卡纳瓦罗就开始秀肌肉了啊。嗯，肯定会派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，甚至有可能没上过场，没上过场的中超第一秀。对，其实这个赛季像谭凯源等等都是这样，大比分领先，哎，就给 U21 啊 U23 队员上场。吹了何超的犯规，全华班应该。刘一鸣就一直没有上场。刘一鸣对，预备队了。嗯，那就等于是用王世龙换下，哎，不是张琳芃，换的埃克森啊。紧张，小伙紧张。啊、小伙子，这是，2001年三月出生，19，然后是个右边后卫。19岁啊？嗯。第一次出场吗？对，第一次出场。山东淄博小伙，哎呀，祝贺的家长，对，估计这一刻应该是泪流满面，历史意义的时刻。对呀、啊，可能这个十年寒窗苦啊，啊，孩子终于顶级联赛登场了。对呀、啊，这就是踢球孩子的金榜题名时啊。哎，确实，就相当于拿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了，前两天刚发的是吧？对。因为从年纪来讲差不多嘛，18岁小孩一上一脚爆杆的射门，彭大全两个人飞身堵枪眼，小孩一上就有点懵。第一下这头球，今天吴少聪是顶级联赛第三场第一次首发，打了77分钟，之前两次加起来9分钟。然后王世龙今天是顶级联赛的第一次出场，传球失误，打到了温家宝的身后。过往申花队其实左路是很强的，从进攻角度来讲，柏家俊加曹云定两个人配合时间很长，而且进攻组合，曹云定的个人能力，应该说申花队的进攻在左路是最有威胁。但今天这场比赛，申花队的左路就是个灾难。曹云定、柏家俊先后被换下，连左中卫出现乌龙的朱晨杰也被换下。其实这场比赛之前，朱晨杰有一定的伤情，但崔康熙说朱晨杰请战愿望非常强烈，有点带伤打比赛的意思。漂亮！打完以后可能还又添了些内伤。这个乌龙确实是哪个球员都不愿意出现，但那个乌龙出现的时机还有丢球的方式，让这场比赛的胜利天平啊，向恒大淘宝倾斜。国家队也打了一些比赛，嗯，身体条件、素质啊，各方面也都不错，也很沉稳。其实后卫、门将这个位置，相对于前锋，可能算高危工种。出现失误可能直接造成丢球，活儿也不好干。恒大的进攻在上半场实际上右路要更多一些，现在来看左右两个边路啊相对均衡一些，加起来49次，右路是26次，左路是23次。文家宝上墙很凶，苏宁易购这一减10%省钱计划，好货低价天天有。
好的铲球。哦，没有截断这次申花的传球，闷在了毕金浩的身上。看有没有手球啊？左臂倒是让开了，身体把球挡出了底线。恒大右侧的角球，你看角球应该上双了。毕金浩不怎么出汗。嗯嗯。这个4-1以后，这个比赛就非常难看了。对，就是进攻的吧，也不怎么，就是竞争性太差了，也不怎么认真了。嗯。然后，回传倒脚，哎，控制。就这个比赛呢，就早就提前结束。对，估计比赛可能下半场也就补3分钟。嗯，早点完了。只有对像王世龙这样的有真正的意义。嗯，这场比赛会铭记在心。对。还是打到右路，梁立瑜后点没有队友了。王世龙上场以后呢，把钟义浩位置前提，他打了一个左边后卫。这还不玩一条龙？这有尖没名的。要是拿他，我就直接就往里面带。嗯。干票大的。对呀、啊。保利尼奥射门，申花队员封打。出了底线，角球，右侧角球。你说保利尼奥最累，他还不敢换哈、啊。嗯。他换了俩后腰了，他都不能把保利尼奥换下来。嗯。歇一歇。今天费南多真是刚才说了全活嘛，有进球，有造点，也有造乌龙。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是，我不知道这个，梅方安慰他什么呢？是不是他说那意思说你把我换下来干嘛呀？他还想帽子戏法呢。交给蒋光泰，卡利斯卡背身拿球。保利尼奥敲到左边，核心大范围的何超大范围的转移。哎呀，这比赛是啊，跟野球差不多。3分钟50，徐昕毕金浩被吹了犯规，毕金浩一直盯到过了半场了。嗯，这原来也是前锋啊。不知道他要留在建业继续打前锋的话会怎么样？反正后来出了个肖智。
哎，这个动作漂亮。是。卡利斯卡想敲给徐昕。不到两分钟的时间。上海申花的进攻还是偏重于自己的右路，从进攻的次数来讲跟恒大差了不少，而且不太均衡。奥莱尼奥，给这个小左后卫，哎，球被断了。你看，现在想起来，嗯，刚才那机会多好，要过人也得在前场过，你后卫在后场过，你这反而让教练招教练烦。姆比亚还是经验丰富，杨立瑜再教徐昕，哎，徐昕这传球的节奏不错，大踏步向前。张琳芃右脚轻挑门前，这防守队员也是一愣，一脚解围踢出底线。今天赵明剑比较沉闷，比较沉闷啊。当然他比起左路来，左路都被打成筛子了。对，右路呢沉闷吧，也稍显稳健。他说沉闷是金。角球，角球开出，头球，稍微高了一点。你看他的头球真有威胁。嗯，有力的头球攻门。主裁判郭宝龙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。中超联赛第八轮在大连赛区，恒大队逆转4-1大胜上海绿地申花，在赛季当中双杀申花，打进6球，只丢1球。这场比赛在先发阵容的安排当中，颇见卡纳瓦罗的苦心。费南多和塔利斯卡都首发了，而且这两个人都有相当不错的发挥。大比分领先之后，又有多名年轻队员获得了上场的机会。全场比赛结束，恒大4-1战胜申花，继续占据大连赛区榜首的位置。好，我们回到演播室。